干嘛啦？干嘛？你把我这个裤子刮烂了，你这个烂柴！哎呀，怎么刮烂你的裤子了？就是你这个柴刮烂了！哎呀，赔钱！对不起啊，亮子。对不起有用吗？啊？我又不是故意的。不是故意，你这柴能刮掉我裤子吗？啊？哎呀，赶紧赔钱！美国进口的，2000块。我看你这个也没烂多少啊，要不我家就在前面。到我家里脱下来，我帮你缝好就行了。脱下来，说流氓嘛，说流氓啊你！哎、啊，没烂多少，睁大你狗眼看着。哎，没事啦。哎、没烂多少，这不叫没烂多少啊！你这个是自己撕的，这关我什么事？你哪只眼睛看到我自己撕了啊？我是亲眼看见的呢。赔不赔钱？2000块。怎么要2000块啊？大不了。都买过一条给你就行了，买过一条都不单我这一条啊，美国进口的，你去哪里搞给我啊？啊！赶紧的赔钱，赔不赔？我再给你一次机会，赔不赔？我没有这么多钱呢、啊。喂！啊！没有钱是吗？啊！你个死穷鬼！死穷鬼！赔100行了吗？100，你刚才没听清楚吗？啊！2000块。你不是专业碰瓷的吧？专业碰瓷，你妈才是碰瓷，你全家都是碰瓷的。赔钱！你不要后悔哦，我不就赔给你，看你我就不后悔了，怎么的？我行了这么多人，我怕谁呀？啊！2000就2000，赔给你。拿来呀、啊！幸亏我昨天卖了猪，赚了两三万。来、啊。死穷鬼，啥都不要碰到我啊！真的是，哎，先别走，干嘛？是不是又想找打、啊？什么找打？把裤子脱给我。什么？我没听错吧？我还要脱裤子给你看啊？刚才没有看到吗？啊？那我钱都给你了，你肯定要脱裤子给我啊！哎呀，大哥，你要想清楚，这是大街啊，我一个千金大小姐的身份，我在这里脱裤子，装什么逼等啊？啊！你先让我脸面丢光吗？啊！我钱都给你了，相当于我用2000块钱买了你的裤子，你肯定给我啊！你要这条裤子有什么用？我不管，我钱都给你了，你要脱裤子给我，脱就脱，谁怕谁啊？那么喜欢看女人脱裤子是吧？没见过是吧？我马上脱给你看。那你脱啊！脱就脱，我怕你。什么颜色呢？关你什么事？怎么还穿了一条啊？又穿一条怎么的？我喜欢穿两条，不穿两条。不行啊，里面那条也要脱给我。脱给你，脱给你。哎，你拿回家跟谁去吧？哎，脱了，碰见你真的是算倒霉了。哎，先别走。干嘛？裤子已经给你了。你以为我不知道啊？你就是专业碰瓷的。谁专业碰瓷？干嘛要出来碰瓷？让我陪你啊！等下我喊非礼啊！来人啦！有人碰瓷啊！来人啦！哎，花生，怎么回事啊？放开我！这个就是专业碰瓷的。碰瓷的！哎呀！我跟你说啊，这条就是他那个裤子。放开我啊！质量这么好。是啊，他说我刮烂他的裤子，我这个才这么远，怎么刮得烂呢？哎呀，穿两条裤子，一看就是碰瓷的。没有啊！去派出所，不用说了，再说去。我不要去派出所，先听我解释行不行？怎么解释？还有什么好解释的？你说你有手有脚，竟然打螺丝不行吗？还干这种事情，不要跟他说，送到派出所去。不要送我去派出所，我也是情有可原的，先听我解释下行不行？什么情有可原？我跟你说，碰瓷的人都是这样说，都是为自己狡辩。不是啊，你们先听我解释啊，我告诉你嘛，其实我奶奶在医院的，她那个试管都爆了。编呢、啊？没有啊，你们看，你们看，这是不是看到没有？还在病床上面的，看到没有？她那个试管爆了，我跟你说，前几天啊，她都不小心把那个狗都拿那个药，然后就摔倒，那个血管就爆了。如果不抢救及时的话，那个狗可能救不过来呀、啊。美女，先不要哭，先不要哭，不好意思啊，是我们误会了，误会你了。哎呀，怎么这么可怜呢、啊？我也是没有办法，所以我才碰这位大哥的钱的。那你家人呢？我家人现在在医院看着我奶奶，还在那个 ICU 里面病重治啊。要10000块，我也没有多。
多钱我才出来奉旨，大哥不好意思啊。行了行了，哎呀，我这里有一两年先拿去救你爷那个奶奶，好不好？哎呀，大哥你那么好心看待我，还坑你一千块钱，你还给钱我，你那么好心啊，大哥。行了行了，救命要紧。我这个是我那个卖猪的钱，我就留200我买菜。哎呀，谢谢大哥，这是我卖牛的钱，虽然不多，希望也能帮到你。好，谢谢美女，要2000。谢谢美女，好兄弟都平安啊。我这老婆本来就想着娶个老婆了。哎呀，谢谢大哥啊，你们好兄弟都平安啊，我先拿着钱去救我奶奶去了啊。哦，赶紧去，赶紧去，赶紧去，慢一点啊。哎呀，真的。小女孩子真的不容易啊！是啊，想不到她人美心还这么善，现在这么年轻有孝心的人不多了。是啊，行了行了，哎呀，那我们撤了啊！不用，你们也撤吧，一件好事。哎，这裤子忘记还给她了，留着你回去。啊！但我没有跟来吧？哎呀，幸亏我提前生日，我还有最后一件王牌拿出来，不然的话他们也不会乖乖的把钱拿出来的。哎呀，这么多钱，下次啊再去碰多几个钱，把这台宝马换成野马。